每年约1700万公顷树木被砍伐，每年超过800万吨塑料垃圾倒入海洋，超过1500万海洋生物因塑料垃圾而死亡。我们每秒钟向空气中释放190万立方米的二氧化碳，因为我们的活动，每天150到200个物种正在灭绝。2018年，北方白犀牛灭绝了，小头鼠海豚马上就要消失，只剩下约4000只老虎，不到1800只的大熊猫。现在气候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，2017年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年，而且每一年都在恶化。地球在宇宙中极力地保护着我们，而我们却一直在伤害着它。关爱地球，保护环境，422世界地球日。